武皇大建之际，陈氏是医药，垂泣言：“妾为王侄扫除之意，时有四年矣。王万一不幸，妾将贺托。既不能以身为训，愿落法为尼，为王独一藏佛经，以报平息。”武皇为之流涕。即武皇薨，陈氏果落法持经，法名志愿，后居于洛阳佛寺，庄宗赐号剑法大师。Underscore 旧五代史 P421 text。